带的话题是五一云陪看计划。拜拜，在家也要开开心心哦。哎，游戏环节。哦，没有。你掰啥呢你？等一下，先别走，先别走。回来，回来。虚晃一枪，就这么急着想要离开我们吗？讨厌。说哎。下面有一个小箱子，四个纸团，还有四个游戏。这个啊，你抽。等一下，不会已经走了吧？是吗？没有，他们都在发拜拜。出事了，出事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。我怎么不可能知道，对吧？主要刚才那个词太像下班词了。我也知道。我以为啊，这么快吗？看完就走吗？太无情了吧！快点抽好好好抽奖，一人抽一个什么还是怎样？然后抽了之后要干嘛？